想姑呢，阿妈想说要对教育最最最最的一个，哦，那你校长哦，那还有我们所有与会的各位老师、各位家长，还有我看到陈晨宏陈议员哦，那还有所有与会的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真好，吃饭时间还有人理我，跟我说好，还有掌声嘞。我是市议员李雅静哦，那其实非常的感动哦，因为这么多的优秀的奖项，这么多这么好的人才，这么多精英在我们凤山，又尤其是在我们学校，那当我看到我们得奖冠军的消息在报纸上，以头版的那种篇幅来看的时候，真的不骗大家哦，那种心里面的感动哦，还有那份喜悦哦，真的是，我就一直盯着那一幕看好久好久哦。那我想各位同学可能手上都还在忙，可不可以借你们的双手，感谢一下在场的校长、老师，还有你们的家长们，谢谢他们的支持，还有栽培，真的。谢谢他们给你们那么好的环境，还有给你那么好的教育，让你们可以无忧无虑在学校学那么学那么多我们平常所学的一些知识以外，还有我们的专长哦。那除了感谢学校的老师给予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以外哦，我想再继续勉励大家，继续勉励大家，也跟大家互相共勉之哦。那由于十二年国教在即哦，有很多的相关问题，其实我们今天早上跟教育局议会在我们议会教育小组，包含雅欣哦，都在议会召开一个记者会，针对十二年国教的部分呢，因为再过一两个礼拜就真的要定案了，所以我们更如火如荼的在与教育局积极的来看怎么去做一个更好更贴切的一个方案，可以来适合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家庭哦。那如果在座的各位有更好然后更理想的一个意见，欢迎大家跟雅欣分享哦，那也跟雅欣交换意见，可以上我的 FB Facebook 李雅静，木子李文雅的雅，安静的静，或者是部落格回讯息都一定是我本人哦，回给大家。那也跟希望大家可以跟大家互动哦，包含在座的各位小朋友，比如说曾经有人跟我说，为什么我们学校没有福利社，所以我马上回，因为现在的食物啊，很多都是要经过筛，可能要检验又检验，也为了大家的一个健康着想哦。那所以可能慢慢的，所有的福利社会退出我们的学校，我想这样的一个决定是正确的哦。那再来，还是那一句话，希望大家，能来跟雅静一起来做互动，然后有你们的指导，还有你们的支持，我想我们整个不管是教育，或者是我们的学校的建设方面，其实才能跟着有大要进，能跟着进步哦。那学生的部分呢，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也希望你们可以跟雅静阿姨一起来为我们读书的这个校园来做努力哦。最后祝福所有与会的各位老师、家长们，还有同学们哦，不管是在课业上，或者是家庭上，或者是事业上，祝福大家都能平安健康喜乐，也祝福各位学业进步，谢谢。